会行动继续下去，对，相信高雄人都会就是感受到情人节的喜悦。感谢所有市民支持，在过去两个礼拜时间，我们只花了14天的时间，收集了超过27万份的联署书。感谢高雄人民支持，27万到30万，只差2万多份的距离。所以在这边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签这个罢免联署，把韩国瑜市长给拉下来，让高雄有一个重新启动的机会，让高雄有一个从头来一次的机会。拜托，给高雄一个机会，给我们所爱的高雄一个机会。今天是我们的情人节，我们一起在路口向高雄大声说出我们的爱，向韩国瑜表达我们的心声。拜托大家。